一片写自己本身的啊，自己的王亲啊，自己的祖先，自己这一世姓什么样姓氏的祖先啊，或是写特别的这个自己的王亲啊及祖先，地藏王菩萨。如果觉得自己累世的以后，先不讲，先把这一世的先做完也可以。你的名字的话，你在右上角小小字要标明是羊，羊人、羊者、羊居都可以。再写自己的名字，好，羊人自己的名字，之好禅森林及所杀所食之众灵，禅森林那一片写无名去除，无名速除，无名速除，超生出苦。无名速除，超生出苦，往生净土。无名速除，超生出苦，往生净土。再给大家一片近代的这一世的，你自己有什么王亲啊？自己譬如说有王父王母，或是自己王兄王妹王弟，这些最近的，把它写下去。因为中国人有这样的风俗，清明就是做一个超度啊，对祖先的缅怀，所以呢，这一世的祖先会比较因缘比较深，啊，你就写下来。没有，就写你自己本身的那个王者的名字，不需要写你自己。譬如说，你有什么这一世你想要超度的，像我母亲，我就写我母亲的名字，啊，我父亲这方面的，自己的姓氏的祖先。现在你自己把这个功德力集中在你目前这一世，你还没有办法能够影响到前世累世，你就这一世超度，就像师尊把他儒家的祖先超度先上去再说了，这一次祖先不走，不要讲以前事了。所以你们在写超度的时候，先不要想得那么远，就立定就是这一世，就是这一世。你姓陈就陈，陈谁祖先？如果父母亲已经往生，写他们的即这一个城门祖先，不必写那么多，否则这个怎么讲？生多米少，米少生多了。
永远都是每一个人才分一小一小碗吃不饱了，啊，就专注在这一世，这一世完了再说其他的。这个众生就是在等待这一天，看子子孙孙谁想得到他们，以他们为中心，好，来帮助他们，提升他们，买吃的、买用的、买穿的来给他们，就是这样，啊，见一面。好像还像活着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团圆团聚这样，有的他不懂，生前没有接触，自然就是不会，所以清明超度为什么我们传留下来的这个风俗，他们从小到大都有这样子的观念，死后也在等待这样子的想法，那如果没有，他就落寞，啊，就不开心、不高兴，啊，就会一直来干扰、来缠抱，哦，来嘀嘀咕咕的、来碎碎念念的、来拉手拉脚的、来要这个要那个的，就是这样。所以呢，到了这个清明超度，确实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发生。啊，如果子子孙孙，那除非子子孙孙他了解方式，不一定要到坟墓，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太久了，到底葬在哪里也不知道了。我们只是近亲的才知道，所以像这种现象，你就懂得要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提升。不一定是参加什么法会才会帮助自己的祖先。你真的很专注、很诚心，在自己的家里设计一个坛城，好，然后呢，贡品摆上，啊，金纸莲花摆上。然后呢，自己，我以前刚开始，我也不懂所谓的什么超度，我是因为皈依了真佛宗，世尊宣布我的因缘是大紫莲花童子、紫莲花童子，那是3月底，那是就转一个礼拜，就是4月清明了。那我刚从加拿大温哥华搬到旧金山，然后呢，我就在问我们家师兄说，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庙？我清明超度到了，我们去报个名，为我的父亲、为你的父亲母亲做超度吧。那周师兄那时候也不太了解旧金山什么地区、什么庙事，他就想一下，不知道。然后他说：“哎，你不是才刚归一个师父吗？他不是才说你什么因缘来的吗？那你就自己超度啊。”然后他又后面讲省个钱吧，我还这样子讲，那我心里不是在想省不省钱，而是我不会呀，但是到哪边去找呢？我真的不知道啊。然后呢，我又想到以前在加拿大有一间庙盖得很大，观音庙，在温哥华盖得很大，那时候还没有落成的时候，我去参观，因为周师兄去测量那一个庙。那我去参观，参观的时候很自然，心里就涌出那种想法：庙盖好了，我要帮我的父亲，哈，帮我的这个公公婆婆那里，哈，立一个牌位，就这样子一个念头。所以我就问那边的法师、办事人员，我说一个牌位多少钱？他说1000加币，加币跟美金那时候差不多一样大小。那我就心里想，两个牌位就2000，然后那时候就一直存钱。哦，赚钱、存钱、赚钱、存钱，这样存，啊，终于庙落成了，我也存够了，所以我就捧着2000块去到那个庙，要立2个牌位。结果呢，那个法师说：“我说我上一次来问过哈，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这个1000哦，就安。”他说：“没有这回事，你那个是什么时候问的？”我说：“半年前呢。”哦，现在不一样了。你讲的那个位置，一个要1万，你那1000呐、啊，1000在下面呢、啊，在下面。那我那一直是整面墙的嘛，有高中低这样子嘛。那以前跟我讲的是1000，就是在上面嘛，我以为全部都是一样。结果接待的那个法师跟我这样讲，他就讲那里是1万，啊，下面是1000。那我就问他法师有什么差别？哎，你不会看吗？啊，这1万那么高，当然比较容易上升啊，到天际啊。啊，它低那么低，要爬那么久啊，当然就比较慢呐。啊，你要不要你祖先赶快上天呐？还是要在下面那么低的，这样慢慢爬？好像有道理啊。
可是我没有那个钱啊，我2000块钱已经不得了存款了，2万块叫我存到哪一年呐、啊？那我就捧着那2000块，手上捏着那2000块，那怎么办呢、啊？那就先安了吧，已经发了愿了，一个想法了，就安了，就2000块，真的写好就把我安在最下层呢、欸，还不是假的、欸，就在我们的脚踝那里，走过来走过去，就在那么低耶、欸，安的心里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很不安心，可是就是安了吧，在庙里就安了个牌位吧，就安了。那安了以后，当天晚上回去做梦，我祖母就带着我的父亲，带着我们王门祖先就过来，一直骂我，要不要我一直骂我，好好的本来是很清新的，你把我搬到这里来，你叫我来这里干嘛？面壁啊，你叫我怎么样？黑七八五啊，这个庙，哇，这个庙是没有道德，没有功德，没有什么，讲一堆。哇，我惊醒在梦中被我祖母骂醒啊，2000就这样不见了。我第一个观念就是想跑到庙里跟他要回来，那2000块要回来，可是又不敢。那就不知道怎么讲，神位都安上去了，可以要钱回来吗？那我祖母骂我怎么办？那是我很早以前的一个接触，所以你们到什么地方安什么位置，真的还要看那边的人事，安不安详，有没有德性，有没有这种名利，有没有这种真的在修行，做功德，否则。自己的祖先谁安在那里，一团浊气，一团乱，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所以要找什么庙去超度，总是那时候经过那个，就心里就砰砰砰，就有点害怕了。啊，周师兄也是听我这样讲，他说那你就自己做超度吧，啊，省下那个钱，也就是这个意思的来源，并不是说他小气要怎么，就是因为我们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事情过。那我想，与其给别人或是到别的地方不好，不真的自己来试试看。那我也不懂啊，那不懂呢，我就拿出这样子的白色的纸，然后就画咯，画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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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就画，也不知道要做令牌，就写你所要超度的亡亲祖先的名字，譬如我爸爸的名字的灵位啊，灵，然后好，我祖母啊，谁？我公公、我婆婆谁？我能够记得的，我要做的，我就把它这样子写上去。那一张纸呢，就剪成10格，我就写了9格，剩下最后一格。可想的都已经写上去了，啊，最后一格不晓得写谁，也不知道有什么谁可以写，所以我就告诉作用说，那还剩一张，那这一张是不是写这些清明节没人超度的这些无主孤魂呐、啊，对不对？我们有祖先的，我们知道超度的，我们有错。那一些没有人做的呢？那我就说，就写他们吧。周兄马上跳起来说：“不可以，关我们什么事？那是有他们家的子子孙孙，关我们什么事？他家里没有人帮他超度，是他们家的事，不是我们。到时候你引进来不走怎么办？”哦，那讲的好像有道理，所以我那一张就没写，就贴9张在墙上，一面墙就把它贴好，然后就前面放个供桌啊，就这样子供品啊，什么蔬果啊，什么这些放着啦，那就自己也不懂，真的老实讲，不知道说要念经，不知道要敲木鱼念佛号，不知道要比手印，通通不懂，就在那边看着了，往生吧，就一个一个令牌来。譬如说，王们祖先往生吧，王们祖先往生吧，真的呀！我那时候就是死，就以为这样就往生了啦，往生吧，往生吧，往生吧，你们往生吧，要一个个念呢，真的一个个念呢。好，我爸爸好的名字，往生吧，快点往生，往生吧，往生吧，真的完全不懂啦。可是我这样一个个念的时候，一下子看到。整个贴在墙壁的那一张张白纸写的那个，就好像现在的超度的那个灵牌，好多只手哦，哇，很多手出来，一只要，哇，一只要，大手小手一堆的，呼呼，就这样子要，哇，我就更加的赶快往生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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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单单讲这个往生哦，
这个念头就注意在往生，然后就想，哦，自己想象了，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训练过、学习过，就想象说，哇，他们全部上去了，哦，那个地方很亮、很光、很好，因为才刚皈一个礼拜呀，都不懂啊，对，就想很好、很好、很好这样子。然后我曾经有说过，我还没有皈依的时候，我怀着妙华大肚子，做梦梦到梦中有一个戴着银丝边、银丝的金边眼镜的年轻人来梦里，好跟我讲说，希望我帮他超度。在梦里，我跟他讲，我不会，你去找会的人，法师，我不是法师，我不会。他就一直跟我苦苦要求，我根本就跟他讲，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你找错人了，我真的不会。第一天晚上这样，第二天晚上又来，我说我跟你讲，我不会，我会，我一定帮你，但是我真的怎么做我不会。第三天又来，我想哇，同样的梦，连续来三天，那么这当中我有跟他讲怎么帮你，怎么做，我不是法师。他说很简单，你只要在一张纸上面写我的名字，然后你很专心的、专心的一直念我。哦，因为他名字跟我讲朱大有，哦，朱，然后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朱大有。他说我的名字叫朱大有，你就一直很专心的念朱大有智灵安息吧，朱大有智灵安息吧，我就会得到你的这个超度了。我说这么简单？他说是啊，那我更不相信他这样讲可以帮他，所以他来三天这样跟我讲，我都跟他讲不会不会。第四天早上起来。哇，他如果每天都来这样吵我，那到什么时候为止嘞？他讲的并不难嘛，我就真的拿出一张纸，就写他的朱大有之灵，啊灵位，然后我就到我的那个房子的外面公寓旁边角落就念朱大有之灵安息吧，朱大有之灵安息吧，因为我真的不希望他再来，所以我念得很专心，朱大有之灵安息吧，朱大有之灵安息吧，又怕人家看到以为我神经病，所以又东躲西躲，朱大有之灵安息吧，然后呢就觉得好像念很久了，就打火机就点起来，一点起来，砰，不见了，这一张纸不见了，那个火啊烧那一张纸的速度之快哦，就没有了，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了。然后当天晚上，他又来梦中，哎呀，怎么又来呢？他就讲，我来谢谢你，我得到了，我要走了。我说就这么快啊，就这样，朱大有之灵安息，安息吧，你就真的得到。他说真的，他说我是被魔财害命，我很多钱被人家杀死拿走了，我要把这个钱拿来给你，帮助你。感谢你，我说不要不要，你别千万不要再来，千万不要来了，啊，你就走，这个走，就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梦，在我的梦里发生，从来没有过。没有多久去参加了一个宴会，那么一个宴会当中，隔壁就坐了一位先生，那我的肚子里就有声音出来，脑海里就说：“你把你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跟他说。”我说不可能啊，跟人家讲，人家都认为你神经病，不可能。他说你说你说，后来没有办法，我就只有把那个餐券的票往后面折，拿出笔出来说：“这位先生，你相信这世界上有灵魂之说吗？”给他看都不敢看他，他就拿起来眼镜看一看，然后看我，然后他就写下来：“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一桌都是研究灵学的。”哇！这世界上有这么样奇怪的事情，去参加吃饭的这个宴桌、宴会的晚桌，不是我们本来要去的，是周师兄的哥哥买了台湾大专院校的这个聚会，早就买了，早就买了。然后呢，他们临时有事不能来，就把两张票给我们去。那周师兄不想去。因为他认为我大肚子这样子去参加这种很难看，可是我想要胎教，所以我想要去听听音乐看看。因为到美国不认识人，所以就去了。去了100多桌，根本你去登记的时候都不知道你坐哪一桌，结果会到这一桌来坐才奇怪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注定的。那么就聊起来，他就希望我明天一大早。到他的家里，他要带我跟所有的讲灵学的人一起研究，那我就去了。
去了，我就跟他讲，我在前些时候梦到这么一个王者来跟我要超度，好，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他说以后如果你梦到这个，他就在他的经书里面就拿了一本小小的书往生咒，你就念这个往生咒给他，他得到这往生咒就可以往生。那所以我是第一本所有经书咒语里面。第一本咒就是往生咒，那这往生咒的前面，以前我有讲过，我到一个很多很多的佛菩萨那里的城里面，拿大悲咒，他叫我用大悲咒，从此以后救人度人，所以大悲咒是我第一个，哈，一本的经书的咒，第二个是往生咒，我这一生就是这两个咒，一直在不断的帮人，哈，帮人度人。超度往生这样，然后呢，我拿了往生咒一回去，我就随手往我的钢琴那边一放，结果当天晚上就来了一个外国金头发女人，要求我超度她。我说：“哎，我跟你讲不会。”她说：“那你怎么帮助朱大友呢？”我说：“哈，朱大友的事你也知道。”她说：“我们灵界都是通的，都知道的。你有一本往生咒，啊，连我有本往生咒你都知道。”他说：“请你用往生咒念给我。”哇，给我这样一直吵到最后半夜2点半，好吧，起来，啊，挺个大肚子，搬个椅子哈，放在前面就坐下来，就开始念了，念了1个半钟头。当我念了十几遍的时候，因为很难念呐，那个字都不懂啊，你没有看过那些字，没有学过，没人教，很难念呐，拿，摸，那时候摸还不是念摸呢，念无嘞。对不对？无有的无，南无啊，就这样子啊，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边寻找那个声音，在那边念，它有没有注音符号？所以你就自己猜，自己慢慢念，念了差不多十几遍，我就觉得好像我的声音不一样了，我的声调就开始变成很轻、很快、很柔细。不是我现在的发音了，而且根本来不及你看，他都已经念完了，所以我就干脆不看了，自然就不看，就眼睛就闭起来了，因为他嘴巴一直念嘛，哒哒哒哒哒哒一直念嘛。那当我眼睛一闭起来的时候，哇，看到满山遍谷的幽灵，都跪在那里，干嘛？都跪在那里合掌，然后我念南无。啊，这样出去的时候，念完一句才一个光圈出去，从我的嘴巴吐出去，那么多，对不对？你要捧到，等到什么时候，跪到什么时候？所以我那时候念，又是念这样，那么阿弥陀佛，哆达给对哆达，一直在念的时候，哇，这么慢才一圈，念完一句才一圈，哇，那这些人跪得多辛苦。我那时候没有说，我大肚子要念多久，很辛苦。我是念到这么满山遍谷的幽灵要跪多久，我那时候的念头就想，能不能快一点？我不要一句话才一圈，我一句里面有满满无数无量的一直出去的光圈。结果我念头一想，果然我嘴巴念的往生咒，啪啪啪啪啪啪，一直光圈出去。所以每一个人呢，跪着领到光圈，他就离开，立对光圈就离开，然后念了1个半钟头，从2点半念到清晨4点，我就结束了。原来这个叫做密教的观想，以前我们的术士的修炼，累积到这一世，因缘具足显现出来。所以呢。周师兄就听我讲，你自己会嘛？你就看看，就是这样子来。所以我曾经有过这样的遭遇，我就自己试试看。所以我就念安息吧，往生吧，安息吧，往生，就看到哦，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因缘，原来这一世是要来度，这些冥两两界的众生的，世尊书上写，我是来度六道众生的，尤其是阿修罗道。阿修罗道是最最最最困难的，哇！你要去渡阿修罗道，所以在书上这样子写，那自然这一世的做事、作风就会比较
有这个怎么讲呢？比较率气率性，啪，说切就切，说做就做，啊，不是走那种柔和的阵线的作风，啪，要做事就是很直接的，一路笔直走到底，不受任何的影响，不受任何的啊这种诱惑，不受任何的这种啊破坏而放弃。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知道地藏王菩萨，所以那时候就慢慢慢慢的，哦，就地藏经也来了，以后就知道要用地藏经来做超度了，哦，要用金刚经来超度了，啊，我记第一本第一次念的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啊，是那时候开始知道说超度有经要念，这样去结缘，结缘一本的时候，正好在中国城的一个庙寺里，在等待法师给我一本地藏经拿回去念，结果在旁边有三个啊，这个一男两女的先生女士在跟他们住持在联络，能不能请他们去做这个超度，然后他们的法师在问他们的师父，师父就问他多大啊，他们跟他讲可以容纳多少人啊，供奉什么啊，他们就讲供奉这个啊妈祖娘娘啦，啊祝生娘娘啦，啊什么娘娘啦，大概就这样。然后他住持就听，我们不去这种什么娘娘的地方，我们要去的就是佛菩萨的地方，你们这个不是正道正教，所以不去。那他们三个是代表理事，哇就昏了，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住持不来，他们到哪边去找人家来做超度呢？他们是北港妈祖庙分灵第一次去那里的，那他们就傻住了。那法师就不跟他们讲，回去吧，回去吧。我们师父说，你们这个不是拜正道的，啊、哦，那不拜佛的都不是正道的，回去，回去，回去。那正好另外一个法师就拿地藏经给我，我记得很清楚，我也是第一次捧的地藏经，啊、哦，谢谢谢谢法师。他们一看到。我拿着地藏经这么厚一本，马上三个就看我，你会念地藏经啊？我怎么跟他讲？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不会啊，这是第一次啊，拿着一本，哇，你会念啊？三个好像突然之间，整个都同时就跳起来，请你到庙里念地藏经好不好？到庙里超度好不好？啊、人哦、啊，那时候就是面子啊，放不下。很难跟他讲，我不会，对不对？不能顺口，马上直接反应。对不对？硬在那边，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捧着那里。然后人家说到我庙里，又不敢讲说我不会，也不知道怎么下台，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被扯上，就是这样子。然后呢，要叫我到这个妈祖庙做超度，我说我要问我的师父，所以我就跑去跟师尊先打电话，师尊说你来，你来很简单，超度很简单，就叫我马上去，所以我马上飞过去。我记得很清楚，师尊说很简单，对这些灵啊，比十个手印就通通上升了。你看好啊，我只比一次哦。他不讲一次我还不会紧张，他一讲哇一次，我整个精神通，眼睛就一直看，一、二、三，比什么手印我要数啊。结果他比完，好了，慢慢练习。我一个手印都比不起来啊，就好像你们第一次来皈依，那如果比一个供养印。你怎么比啊？现在很熟很容易啊，可是那时候哪个手指插哪里，哪个手指怎么样比都不会啊，凹来凹去，掉来掉去的、啊。师尊就这样，比完好就上楼了。啊，这下就留给我了。啊，我就坐在那里是发愣了。啊，那啊你，啊怎么办？啊，师父教你的，你没有一个记得起来，这个叫做业障重。所谓的业障重就是这样，哇。整个脑袋都空白啊，再过几天就要去帮人家庙里超度了，结果没有一样记得起来啊，怎么对得起那一些要被超度的众灵呢？啊，自己那时候心里很难过，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没有一个记得起来，一直尝试去记，刚刚第一个是什么，怎么样子弄，这样这样，没有一个，突然之间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难过，自己的无明，自己的业重。自己的障碍竟然害了那么多的众灵，不能被接引，哎呀呀呀，
一直在那边心里，一直在那边难过，就掉下眼泪了。啊，合掌，那掉下眼泪了。结果掉下眼泪，很忏悔的掉下眼泪的时候，突然手指开始动了，开始板来板去了，凹来凹去了。然后每一个手指在比什么，脑袋里都很清楚这是什么作用。刚刚师尊只是讲比给你看，还没讲作用。 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比做什么作用，而且不只是十个了，一直在演练了，一直在演练了。那时候师尊跟我讲十个，结果超过第十一个，我就忘了，不是十个吗？想跟着你不是说十个吗？就他一共比了27个，你怎么记得起来？脑袋再好都记不起来。结果那时候菩萨在灵活的这样子教的时候。 不止27个了，更多了。那时候就很清楚，很清楚，然后念到最后自动停下来，突然听到一个声音，所以说嘛，心诚则灵，师尊就在旁边看。哎呀，这个学法哪那么简单哦？现在你们真的好幸运哦，不会就教你，对不对？你就看，就各方面，哎呀，真的很棒，哪像以前用这样子试的。 真的，每一个法都是这样试的。你知道吗？这学习没有用你的专注的心，用你最大的诚心，跟你自觉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心，你真的没有办法发挥力量。这是我自己求法的过程，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真正很用心去做，不然就不要做。你知道，真正是要。 对人家有交代，啊，对阴的、对阳的，真的是用心，希望人家真的能够消业，真的能够消除无明，真的能够提升他的这样子。那不行，一次又一次的教，像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有的这样子的众灵来要教，他还越走越远嘞。啊，不要不要不要，人间很好玩，不要不要不要，啊，有的吃那你没得吃，他不懂啊。 所以你们的祖先如果这些王亲不懂，你要教他们呐、啊。他们就以为只有神间有吃有拿就最好，他们不知道那里，根本不需要人间这些东西。你要什么，只要念头想去到那里都可以得到。要教啊，有的真的很执着，讲不来的，然后有的根本不信这个，在那边冷冷的在那边等，在那边看啊，到底好了没有啊？嗯呐。 啊，我的这个资粮袋里面要拿多少走啊？啊，那会有的，你知道吗？所以，首先是你们的祖先，是自己要做超度的这些众灵报名的，你们一定要事先或是早就要调教他们了。没有教育他们，他们真的不懂。你就好像你带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你以为参加他就会了吗？ 他坐在那里，永远在看呐、啊。你比你的，他永远不知道啊。你不跟他讲，这叫供养印，这个叫佛龛印，这叫菩萨印，莲花手印。你要教的，为什么比这个手印？为什么比这个手印？要教他，他才有概念。否则你比你的，你眼睛比你的，他在旁边参观，100次也不会、啊。就是这样。 很简单，所以你教了他就以后就有知道了。试问你们有没有教过你们自己的王亲祖先？有没有教你们的土地公？如果没有回去好好教，一次就够了。就像净音僧众、净音府他们教一次就够了。他不是人，他没有形体很快就学会了，就懂了。 不懂就是不懂，因为没学习过，怎么会懂呢？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这个道理，而且要介绍那里，你要很信心的，啪，一定要他们去那里有什么好，要告诉他们，讲得非常的让他们吸引，他们要去，否则他好好的在现在的灵界，为什么要去？啊，你一定要自己要这样子。 所以地藏王菩萨很感谢，啊，很感谢。
真的，一本《地藏经》，让我有这个因缘，到妈祖庙去做这样子的超度工作。第一步踏出去，踏出去，在还没有自己有紫莲堂道场，第一步就踏出去，这样子的一个有缘地方去引渡众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城，很感恩，很感恩。也因为这样子，第一次学到这样子的引领众生的大手印，是非常好。所以呢，今天我们以地藏王菩萨的护摩法会，来做我们自己的祖先王亲，自己这一次清明超度要做的这个超度的报名的这些众灵，引领他们，关注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个个都能够光明增长，智慧增长，个个都能够明白轮回的道理，放下这个成熟的爱，这种牵绊，个个都去往生善处，佛国净土。好，我们开始了。祈求地藏王菩萨慈悲，慈悲光明加持助照，下降受供，让今天所有报名参加众等，各个所报名，所报名要超度的王亲祖先，及这一次所报名的众灵者，各个都能够去除障碍，所有的光明智慧都能够增长，祈求那么地藏王菩萨慈悲引领加持助照，让众灵各个都能够解脱自在。Om Mani Padme Hum。好，我们开始。感谢上师。一开始有讲，我刚刚有讲说，这个引领你们，观想你们这些祖先呢，先不要那么远，就这一世，自己的资粮还没有那么足，也没有那么样子的一个想象力，就这一世的祖先，如果自己的长辈已经是去世的，特别跟我们亲，他们还没有具足的思想、资粮去往生，我们就要多下一点功夫引领，尤其是在清明超度、中元超度。因为这个观念里面已经有，他们已经有了所谓的季节，所谓的什么是节庆，所谓什么样子的作用，他们的念头从小到大有听闻，有接触，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时节里面，你引领他会比较快，然后再鼓励他们，平常的教育，平常的告诉他们会比较快。就像刚刚我一讲，哎。我那个这个去世的哥哥，我妈妈去世，这个4个月不到，在洛杉矶的一个第三的哥哥，突然心肌梗塞就走了，心肌梗塞觉得不舒服，家人没这方面的观念，因为他一向不去检查身体，他的座右铭就是说，有病不要看医生，一看没有病都会有病，因为吓都吓死了。然后呢，以后为这个病来烦恼，来发挥，那比什么都还厉害。所以他的原则是，千万不要看医生，这是他的说辞。所以他自己本身有什么病他都不知道。那突然之间心脏觉得不舒服，不舒服，他太太说你要不要去休息一下？他说好，然后呢就开始走楼梯，没几步就倒下去了，就滚下来了。叫救护车20分钟，来的时候心都没跳了，就走了，算是走得非常好，非常快。可是你看他好像很好走，可是他实际上，他马上就下到地狱道了，很快，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那时候我以为是像一般停在林间，也一直超度他，哇，很辛苦。那时候都有录，我在开始都有讲。后来突然之间，一直把他引领引领，从地狱道到畜生道，然后变成这个慢慢的这样子的起来。那刚刚我在讲，哎，
那突然从我们的这个护法殿金英府那边出来，哎，我说你在这里啊？他说是啊。我说哦，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啊，我前几次进来都没看到你，没打招呼。他说老妈把我带过来这里的，不然我现在不晓得去哪里。然后我就想到有一次，周师兄他做梦，然后梦到去年他做梦梦到我们家的门铃叮咚有在响，那么他去开门，就是我这三哥站在外面，穿的并不怎么样光鲜，好像有点落魄。那很自然的，周师兄在梦中很自然、很清醒说：“哎，老三，你不是死了吗？哦，还会记得死跟活的差别？”然后呢，周师兄一讲：“你不是死了吗？”这个念头，他马上念大悲咒。哦，周师兄因为常常念大悲咒，很自然他就念大悲咒，然后开始念大悲咒，然后再讲给我们听。妙行说：“爸爸。”你念大悲咒是回向给他，还是保护你自己？我说当然是保护他自己啦，哪有可能去回向给他？啊，怕死啊！看到一个死鬼，一个死的鬼魂来找他，对不对？他哪有像我们常常在训练，告诉大家要悲怀悲心啊，这是要你训练来的，否则一般来讲还不到一个程度，你就是保护自己，结界，不敢去碰这些的，这一般的。人的观念，不要想象好像，哎，怎么这么样不慈悲，自己的亲人还不渡，因为你怕死嘛，你生死之关没有看破，自然你就会这样的反应。啊，然后周兄说，我三哥看到他念大悲咒，就回头就走了，因为他能够来跟你按电铃，来到我们家就是要求助，然后你看得到他的这种落魄的样貌。啊，你应该要去告诉他，那他就走了。他还在念大悲咒，就走了。他也跟他没什么特别的亲的感情，就不会觉得说要去引渡他。只是这个梦非常的清晰，啊，所以他告诉我，那我就很不错了，已经从地狱到畜生道。那时候我不是讲嘛，畜生道它像个乌龟一样，两只眼睛咕噜咕噜在那边。啊，就好像我们的那只癞蛤蟆一样，咕噜咕噜。可是他的眼睛比他大，啊，就这样子。那所以，他现在已经造为这种人的这种境界，啊，就是示范给我们看他的资粮可以轮回做人。但是即使你硬把他硬戳超度作为人类，他是属于贫困的，属于没落的，属于。不开心、快乐的、不顺利的、做人的，所以即使回来做人道，也是非常的不好的一道。一个国家诞生在不好的地方，要什么不能有什么，被人家轻贱的、穷人的，没有读书的，没有受好教育的，没有好环境的，所以即使回来做人也是很大的分别。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显现，让我知道。那还没有轮回做人的时候，哦，OK，啊，我妈妈想尽办法把他拉在身边吧，啊，然后他在金英府那边，他刚刚跟我讲说，好可怕这里，我说生前跟你讲，叫你接受，叫你相信，叫你来修持，你都不肯，现在你还有这个福分，还在讲好可怕，怎么样好可怕？被金英府身中了。哇，操练得很厉害，管理得很严格，啊，非常非常。他说：“哇，他不知道，他说他完全不知道，我的 power 这么大，什么意思呢？”他说：“在金鹰府这么凶猛、这么威猛的、伟壮的这一些护法神众，各个对我的尊重、尊敬、崇仰，种种的扶持，那根本没有看过的。”他说他进去，他才知道，他才知道这一批的这些神将，啊，这些出家灵界的这些法师，是这么样子的恭敬尊崇，他不知道，他在那边哇，一下子人家都把他看低了，你还是这位上师的，啊，这个生前的兄长，你竟然不明白他，你完全不了解他，他在有形的人是这样子。他无形的灵界是怎么样
他都不知道，啊，所以他在那里觉得很可怕，到处受到威胁，啊，受到这个威吓，他在那里很辛苦。要不是阿嬷在那里给他背后有靠，啊，我说他在那里就完蛋了。这是他说辞，他说很感谢，他真的一个人的无知、无明、无智，活着的时候的无用，死后的无用，深深的感到很大的一个悲哀。做人一生，竟然没有好好利用活着的岁月、时间、机会，来吸收这个佛法的知识，学习佛法的修炼，来给自己灵魂的时候呢，好好的这一种啊帮补。他自己深深的后悔，他活在这世上60岁，生日一过的第二天走，啊，他没想到是这样，就好像我刚才回向给天仙堂这位助教，啊，他等于是昨天去世，啊，在马来西亚的时间啊去世，心脏病，啊，死于心肌梗塞，心脏病，是的，啊，尤其又胖的人。那他是发福的人，这种我们从小到大吃的东西，如果越来越多是毒素的，全部是障碍我们的血液循环，障碍堵塞我们的这一些里面的内脏。所以你开始这里病那里痛，开始头脑思绪不清，开始酸，开始怎么样，注意了，这就是我们的阻塞，没有办法养分送到那里，氧气送到那里，所以呢自然就会有病症。如果能走最快速走是很好，但是灵魂也要走得上面才会好，或者你死掉了，家人认为你死了就好了，其实不是，死了以后开始去地狱道，去恶鬼道，去畜生道，去阿修罗道，去哪一道去受苦，家人不知道，然后你在那边叫得连叫苦连天的，根本没有人知道听到，那你会怨，你会觉得你的家人亲友怎么不帮你，不拉你一把，那谁知道呢？可是他发出的那个讯息，因为是直接的血缘，会影响到我们的磁场的，会影响的。我们也许没有亲耳听到，亲眼看到，可是会影响我们的心境，那个磁场会影响我们的心绪，所以会觉得心浮气躁，会觉得坐立难安，或者全身不舒服。老实讲，这都是很有可能是自己的至亲来的，最近我们的血缘来的，所以我们会经常会非常的不正常样。你突然好的，突然怎么转一下，心念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哇烦躁。有时候这是亲人在痛苦中他所发出去的这一种讯息，所发出去的，我很自然呢，我们自己本身发生什么，第一个想到是什么，会想我们曾经接触过最离我们最近的这一些亲眷、家人、朋友，很想有什么事情去请他们帮助，告诉他们解忧，希望他们帮怎么样子，就是这种最直接的，啊，就是最直接的，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明白。那借由这样，平常他们不接受，但是到了这样子所谓的这种清明超度、中原超度、普渡，他们有观念，有观念就快了，有观念就可以教育他们，帮助他们，好像。刚刚就有一些祖先出来，所以我说不要太远，就这一世先把它超度完再说。我们一下子容易写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你知道历代祖先有多少吗？历代祖先成千上万啊，你到底有给多少资粮要他们走？你有多少的精神精力要他们走？你这一世一个都超度不完，你还超度那么多个？这是相对的，相对比例的。你如果想快，一世一世的来，一世一世的来。你看师尊做到一个法王，
也不过才2年前，把他儒家的祖先超度完，这一世哦，儒家的祖先哦，他没有讲他妈妈那边的祖先哦，他讲儒家，他这一姓是爸爸这方面哦，才超度完。那我们呢？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有世尊的大功德吗？大智慧吗？大法力吗？通通没有啊！我们要超度到什么时候？所以你尽其全力，你就把这一世的最近的开始，最近的开始。我曾经说过，我妈妈去美国，想要替我补身体，她补的身体就是老祖母的秘方，炖鸡汤。所以呢，她就要这个薛律师姐莲英法师带她去农场，去抓鸡回来杀，然后炖鸡汤给我喝。那我喝这么久的鸡汤，我不知道怎么制作。等到我回家，怎么有一个箱子，咔咔咔咔在那干什么？一看，2只活鸡，吓了我一跳。我说这是什么？从哪里来的？怎么会有活鸡？因为在美国生活这么久，加拿大生活这么久，从来没看过活鸡呀、啊。去到这个超级市场，都是已经被杀死的，而且他们外国人有一个观念，如果要吃这些，不能见头见尾，就是去头、去屁股、去尾巴这些，好像比较人道一点，否则吃不下去。那所以呢，去到那里超级市场要买这些，还看不到头嘞，看不到尾嘞，看不到脚嘞。结果我看到2只活的，我吓一跳，这里哪里买得到活鸡？我妈妈就出来很得意的讲：“嘿嘿，我想要炖鸡汤给你喝。”所以我就要去抓活鸡，问他们，他们就带我去抓。那很高兴，很开心。那你那么累，我炖2只鸡汤，给你喝，马上你精力就百倍了。OK，我说这里不能杀鸡呀、啊，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我妈妈是以前年轻养鸡的，所以她当然就很会杀，很会养。她说：“谁说不能？不能为什么农场养这么多？”哇，就跟我在变，然后呢，3个小孩下课了，哇，看到鸡在那里，3个小孩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养狗养猫，我都不准。结果妈，我不知道你们买鸡给我当宠物，哇，你喜欢鸡呀、啊？哎呀，都可以啦，没狗没猫，鸡也好。哇，3个一直叫哦，一直在那边摸鸡哦，我跟他们不知道怎么讲。后来等到他们稍微比较冷静一点，才告诉这不是买来给你们玩的，这是买来阿嬷买来要杀来给我吃的。哇，3个一起叫，一起骂，一起哭，所以呢，就害得我妈妈就杀不了手。那阿嬷就想，好，你3个不在，我就把他杀了。结果呢，妙正就说，阿嬷，这个屋子里面不能见血。如果你把鸡杀掉了，我就打电话给警察，对不对？害得阿嬷听了，说这是美国的法律，这么小就会恐吓阿嬷，这是美国的法律，不可以杀这个动物的，这是会被告的，所以阿嬷说好，你不让我在这个房子里面杀，我拿着菜砧板、菜刀抓着鸡到停车。库前面去杀可以吧？哇，那更惨，大家车来车去，你在那边杀鸡，对不对？不是更加的残忍吗？我跟他讲不行的，那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他就养下来了，就不杀了，他就回他的台湾了，就丢给我们了。那怎么办？我们就乖乖的养这2只鸡喽，公鸡跟母鸡哦，养了10个月，那才去放生。那为什么早不放生，晚不放生，要等到10个月才来放生呢？而且那只公鸡很凶，是斗鸡。你去养它的时候呢，喂它，它在床边还会这样子斜斜的走。刚开始看它斜斜走在干嘛，轰一下就飞过来啄你。哇，我第一次看到公那个斗鸡是这样，怎么会抓到一只斗鸡呢？然后那只母鸡每天都乖乖的下一个黄色的蛋给你，从买回来2个礼拜每天下个蛋，你看10个月吃多少蛋？那有一天，我就看那只公鸡跟母鸡，我说一定有因缘，你们才来到我们这里。
农场养那么多成千上万的鸡，我妈妈会去选择这两只回来，一定是有因缘。你们到底是谁？好，我就静下来，隔一层玻璃，他在外面，我在里面，我突然就想起来，你们是谁？为什么能够近身？为什么能够来到我们家里？就那个公鸡，静静的，我没有说话，可以接受这个感应。他说：“我是你的祖先。”我说：“哪一代的？”他说：“这一代，就是这一世，就是这一世。祖先很多啊，你如果一直在轮回，一定有的、啊。而且你要看看是人道的还是畜生道的。如果你轮回做狗，也有狗的祖先呐、啊，生下你就是这以上的都是你的祖先呐、啊。”他竟然跟我讲是这一世的，哦 ，OK。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祖先有多少？不是只有你的父亲，父亲的如果有兄弟呢、姐妹呢，他同姓这个姓都是哎。然后呢，父亲的兄弟姐妹，父亲的父亲，就是你的祖父，祖父的兄弟姐妹，都姓这个姓，都是你的祖先呢，都是你这一世姓氏的祖先呢。就像师尊，他的爸爸的爸爸娶了六个老婆，都是你家的祖先呢。他为什么度这么久？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些祖父的六个老婆、六个祖母、六个祖母的生的小孩、六个祖母的这些，全部千年呢，根本没有修持，没有接触，要怎么调教？所以不是只有自己的哦，长辈自己直系的就算是哦，他是这一个形式。连你父亲的哥哥弟弟娶的老婆嫁过来属性是这一个姓氏，都跟你有关呢。你看你有的度嘞，所以大家这一世能够做就做这一世的，否则他们会听闻哪一个亲戚朋友自己直系生活比较好，他如果不好都会想办法要去跟他借贷，希望他帮助的，因为自己亲嘛，叔叔伯伯阿姨姑姑什么都有嘛，三姑六婆嘛，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一家亲嘛，所以你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我们今天修了法了，我们懂得做功德了，我最重要我们知道引佛光铸造了，消除我们的种种的灾业了，这个业障一除，黑气一除，显现光明，就是发财了，就是得大富了，像好像中大乐透奖了。所以这些穷的人，他不知道这样引进这种方法来改变命运的，来消除业障无明的，他们永远在黑暗当中，无助当中。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光明，他们当然心现，他们当然需要，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啊，你不认识他们啊，你永远只记得自己最近的自己的这一代啊，这些人啊，他就会过来了，他就会过来了。所以呢，如果我知道植育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啊，这个节庆，啊，这样什么节是有它的作用，这是从以前到现在长久以来的一个啊季节观念。那我们就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像端午节，好像中秋节，很自然就要团圆，就要吃饼啊，中秋月饼啊，端午节吃粽子，好像很自然，大家已经深根蒂固了。那清明就是超度。就是超度，我就是这样，中原就是普渡，就是超度，啊，所以在这样子的日子里，啊，在这样子的机会里，大家好好把握，大家好好的把握，啊，好好的，啊，好好的引领他们，告诉他们，啊，连续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有一坛先做了，然后今天再参加世尊的，明天再三重。然后连续的这样子，如果你很专注，啊，很快的再告诉他们，教育他们。也许很多人还没有好好的对自己这一世的祖先好好的皈依，
好好的引领。那你自己的族谱里面要了解，你的父亲系列的有多少兄弟姐妹，多少堂兄、堂弟、堂姐、堂妹，都是姓这个姓的。这千年起来，单单这一世，你知道多少吗？堂兄、堂姐、堂妹，堂弟，自己的兄弟姐妹，还有儿女，儿女娶的、嫁的，同这一个姓氏的，就这一代，分支散叶，从这个根开始，就这一世，你所记得的，就是身边这些，再远一点，都姓这个姓的，你说有多少？八字啊，这个像吸那个海绵吸食，这样在吸我们这些个光啊。所以你一步一直在加强，全部都分散了，都会分散了，苦啊、叫啊、自然就给啊、就给啊，你也不知道给谁。你同样在做超度，你同样在这样做，哇！他们第一优先先拿，因为他们是这一世最直接的至亲，其他的后面等。所以你没有一直在补，没有一直在修，没有一直在给，没有化成本尊，你永远缺乏的、不足的。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是我个人的经验体认。所以那一只鸡跑来跟我这样讲啊，我的祖先，我姓我爸爸姓王，王家祖先。啊，是。我说那你现在来我家做什么？我来知道你要盖庙。要你捐100尺给我们，100尺13800美金哎，是的，你这样子才有帮助，我才会离开。哇，我说难怪你会堕我那么多次，因为我是你的子孙，所以你来堕我，来这样子飞过来堕我，太可恶了。那时候我很气，养你还被你堕，因为子孙不孝。对不对？没有好好把自己的子孙、把自己的祖先超度离身，所以他沦为畜生道在受苦。身为你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佛教人士、专业人士，你竟然还不这样做，哇！他堕了我好多次，喂他吃还堕了我好多次。啊，你知道喂鸡来做100尺。这个不是简单的人做得出来的，自己都舍不得了，自己都不可能给至亲。你给这只我妈妈买5、6块钱美金来的鸡，说是我家祖先，要100尺，哇，深呼吸很多次哎，好多次都深呼吸有一次写了，竟然今天支票写出去，明天周师兄就把它放生了。早上起来怎么找不到鸡？放生了，我一大早就把它放生了。为什么？你早不放，晚不放，就这样给他债就讨完了，10个月。我就这么巧，所以不是就只有一昧的，好像做超度这样，还要再补做功德快一点。尤其是这个赞助紫薇仁这样式的，他就跟我讲，要讨你很多，但是这个这一世界这一世。你在做这个紫莲雷藏事，在没有佛法的美国这样子的做，功德最快最大。哇，哪那么巧合的？他们就走了，就走了。哇，小孩子啊，哭啊，叫啊，闹啊，养了10个月，都有感情了。开车去那个他放生的公园去找，都不见了，跑哪里去都不见了。啊，不可能啊！才差1、2个钟头，怎么会不见？怎么找？满山遍野都找不到了。养了10个月都有感情了，所以小孩子一直责骂他爸爸，我心里有数啊，我债还了。那害得他爸爸到现在周师兄不敢吃鸡肉，就是这样。我们家小孩不敢吃那个 brown egg，那个黄蛋，因为是那只母鸡生的。都是障碍，对，周兄真的放了生以后，心中愧疚，然后真的不敢吃鸡肉，到现在，只要点菜不吃鸡肉，就喂那2只鸡，只有我心里有数，是我们家的祖先，那说出来很不光彩，对不对？但是
有多少是这样？不知道。你以为他一定往生吗？所以我经常遇到人家问他往生了没有，他写了那么久，我就会问他，他生前有没有皈依，有没有修持，有没有做功德，有没有助人布施？如果没有那么容易吗？就靠你写几个字，就会往生了吗？不可能啊，慢慢等哦。你也没教育过他，带他来，爸爸，如果死了的爸爸过来，死的妈妈过来，死的阿姨、叔叔、伯伯哪一个过来？来，我们来修法，怎么修？打开来，就像人一样，一样样教。观想他们穿着法衣，带着念珠，结着手印，要怎么样打坐，怎么样接受光明？你好好的调教一次，够了就可以了。因为灵界跟我们阳界不一样，很快速的，他们就可以接收了。要这样做啊！你们有没有过？没有，永远不会，只是靠你一张纸在写。就好像请朋友来、亲戚朋友来参观、来进入这样同修法会。你不教他们，他们只是在旁边晃啊，在那边看啊。你不教他解手印，他永远不知道要解手印啊，怎么解都不懂啊。再来100次也不会修啊。你也不给他法本去念，等一下念到哪里，事先跟他讲。很多这种新来的陌生的人，每一次同修，大家我一直讲，大家都是那种自私的状况，一修自己就修自己，也不会看看哪一个生面孔。好，今天走过来，今天靠近过来，第一次的，你看到他有佛种佛缘了，赶快要帮他法本告诉他，等一下我们会怎么样修到哪里，随时看到他在翻，他不懂念到哪里，要指给他，都没这份心啊，一次就不见了。因为他不懂啊，不会啊，很生疏啊，很陌生啊，很无助啊。到一个新团体，没有人教你、引你、热忱对待你，不会第二次来了。我打坐弄那么久，酸死了，腰酸背痛了，没有兴趣再来了。一定要耐心教导他、引领他、陪着他，他一次以后有概念了。有观念了，他第二次再来就知道了，不会陌生了。一样的道理呀，你一直在想你的亲戚朋友来修，他们不懂啊，只是来参观而已，热闹一下。要教啊，在听开示的时候，观想他们也在听，很开心，很恭敬的合掌在听，他们就会吸收了，不是让他们去什么放。什么放什么放什么放牛吃草，引进来就好了，放牛吃草。我们有一个同门带着孙子来，夫妻嘛坐在这里，小孩都不理他，你不会把他招过来坐着啊，这样怎么结都没有，所以小孩子来100次100次也不会，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把他带到佛堂就好啊，要教育他，他才懂啊。好，不懂之下就没兴趣了，来几次来这里就很无聊啊，为什么要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试问你们自己有没有教过你们自己已经去世的亡亲祖先超度者？没有。就像这个助教很快啊，他身为一个助教，他自己本身要比别人好，要准备考试或是皈依有多充实，一指他就快了，他有修，他有接触，他有观念，啪一下就快了。只是他说我没有想到这么快走，他都没准备，他知道每个人都要走，但是太快了，走得太快了，他来不及交代，来不及处理，来不及怎么样。我说当我们一皈依，当我们一修，每个人就要准备好的心态，每一天都准备要走，都要有这种认知，不是像你突然心脏病死了就来不及啊，来不及，每天都要准备。像我每天都在准备，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夜，你心情能够这样准备，就好像我们要出国，你有机票，你有签证，
你有时间，那么就看你自己要怎么过了。有的人是最后一分钟，这里还没塞好，那里还没准备好，哇，滴滴答答的往这个掉那个的。有人早就准备好了，时间到了，拉着行李就走了，轻松自在。有人到那里，哎呀，这个也忘了，那个也忘了带，哎呀，这样那样，你要当哪一种？你要当哪一种？好，就给大家一个参考，你们自己有出过国的经验的，心里都有这样子的感觉。那既然已经知道时间了，早一点准备，不会慌乱，早一点准备。啊，所以像他刚刚我在引领他，他说他根本不晓得会这么快这么早走，他认为他还有时间，还有大把时间。啊，所以我告诉他，每个人都有这一刻。你走吧，你放下。啊，你不要再挂碍了。那循着你以前所修法的观念，根本上是在上，上。那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每个人都要事先准备。你有什么东西，事先早就准备好，不要临时自己，走的时候后面的东西没有准备好，没有处理好，没有交代好，没有分配好，看着别人帮你，哇，气呀、怒啊、叫啊，别人又听不到、看不到。你就去报仇，你就去报复，你又流连在世上，你又牵绊挂碍在世上。好，这个给大家一个参考，你早一点处理，心安理得，喊一声走，就照你的意思，这样子的不会担心。就像我们有一个冯师兄，他去世，我礼拜五见到他，礼拜天早上医院就打电话给我了。说，他写说他在美国的亲人朋友，帮他做后事是你。才前一天半见到他，礼拜天早上就走了，所以我马上当下就赶到医院去，他的这个去世的停灵房，我一去的时候他就站在那边了，肉体躺在那里，人就已经在床边了，他就跟我讲，上次我要去翻他的那个布。盖住嘛！不要翻，不要翻，赶快，赶快！我的那个公寓房子里面还有3万美金，在哪里藏哪里，赶快去拿，不然等一下会不见。那死后还在挂碍他的钱呢，是不是？啊，现款呐，什么人都可以拿走啊！我说这跟你无关了，你生前没有处理好，完全跟你无关，那已经不是你的东西了。我就这样讲。跟你无关了。你生前的东西，当人的东西没处理好，死后完全跟你无缘，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我记得很清楚。等一个月后，社工处理完以后，打电话给我们，真的，我果然去他的房子里面去翻，只剩下几个 quarter，钱不见了，到那边去找，谁拿的，谁都不知道。就是这样，剩下整个房子就剩下佛像，我们就把佛像带回来喽。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用了，衣服、裤子、鞋子那些谁要？对不对？捐给人家需要的贫困的人们去穿哦。佛像他们不拜，他们说要丢掉，问我们要怎么处理，我们当然全部就带回来了。就是这样。然后呢，再帮他做超度出来。我不要欠上师，我不要欠你们，我不要欠。我说，too late了。我早知道活着存一笔钱在上师这里，在紫莲堂那里，我死后可以继续帮我供养活菩萨，帮我做功德。我现在都没机会。我说，too late，没办法。听那么久开示，你们都不好好的把握去做，太晚了，跟你无关了，欠就欠吧。我来世多需要这种欠的人，才有办法做事的时候才有办法来帮忙。我就这样跟他讲，对不对？不然怎么办呢？在那边又叫又跳，通通都没用了。他说：“我有十几万呢，我有什么保险？我有什么这些？通通没有了。”我说：“与你无关了，通通都没用了。”
别人的啦，怎么处理？你不写好，没有用了。那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很多都是一个主意，一个观念，那一个事先了解的知识，然后看你要不要来得及做。像这样，你看看，我们去到那里是几天前？4月4号，我们去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见是31号嘛？他有去那个31号见最后一面，你看4天后就走了。去他那个道场是什么时候？3月20几号。对呀，你看，还算不错，是不是？在这最后要走前，他跟我讲，他说依照他的这样子的宿命，他是在我这个法会前的，他要走的，正好给我接引超度，但是他挂着这样的法务。他不知道了，他就是挂着，因为他是助教嘛，难免有这样子的一个法会活动，助教要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要坐在那里，要帮忙什么，要吩咐什么，多少都要有一些，所以他有放下心来，所以那时候要提早走的就延后到现在。我说那你像功德圆满了，很好，都参加好多堂法会，很不错。那你现在就要决心，不要想那么多了。所有的这一世的都跟你无缘了，当你走的时候，就全部就已经断了。那你就只有一个思想：往生西方净土摩诃双莲池，就是这样。所以好，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谢谢大家，一切吉祥，嗡嘛呢叭咪吽。